祈祷五一五，献上敬拜、赞美、倾心吐意的祈祷，让我们存谦卑敬虔的心，每周五天，每天至少一次，跟随牧师同心祈祷五分钟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参加祈祷五一五，我是周神助牧师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第四十六节，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这圣诞节，主啊，这个节期中间，主啊，我们特别看见，哦，主啊，玛利亚给我们的榜样，主啊，主啊，他面对，哦，主啊，主你在他生命中间的安排跟计划，主啊，他没有结婚，主啊，你说他要怀孕生子，主啊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，何等艰难的一件事。但是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他给我们的榜样是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，主啊，顺服在你的里面，不只是容易顺服的，就是不容易顺服，甚至会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跟艰难的。但是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对你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我是主的仆人，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也是特别在这圣诞节节期的时候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愿意说，不只是个人，也是我们集体愿意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们愿意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虽然有艰难，主啊，虽然有挑战，但是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主耶稣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虽然困难很大，挑战很大，但是主，让我们看到说，哦，主啊，主你比这一切更大。主，不但是这样，我们面对的可能，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这些挑战所带来的，哦，主啊，可能一些挑战跟挂虑，但是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的灵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尊主为大，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我们的哦，主啊，灵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。主啊，我们奉您的名祝福，主啊，这个季节是挑战的季节，这个季节是一个收割的季节，但是主，是让我们尊主为大的季节。主啊，让我们灵里面充满了你的喜乐，因为靠着你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而且喜乐的心是良药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